印度的表演艺术丰富多彩，包括民间舞蹈、戏剧、音乐、叙事歌舞，以及奥迪西婆罗多、库奇菩提等古典舞蹈形式。 以前，舞蹈家和表演艺术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有益贡献，已经使他们赢得了尊敬与认可。现在，表演艺术家被看作是文化的使者，在艺术领域获得了值得骄傲的地位。 尽管大部分艺术家在探索艺术形式的过程中，仍拘泥于几千年前在舞论里就确定的传统，还是有一些人想要开拓创新，使之更具现代感。玛丽卡·萨拉白博士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是一位婆罗多舞和库奇菩提舞的表演大师，在掌握传统之后，他决定凭借自己的天才与专长。 Everything is here. And then it lets out a heart-rending shriek. Mallika的母亲是著名的穆里拉里尼·萨拉白，一位婆罗多舞表演大师。 母亲维克拉姆·萨拉白博士是印度杰出的原子能科学家。玛丽卡就是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和社会责任感的家庭环境中。我们的父母总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关系到整体的事与我们四个人也息息相关。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来没有竞争感，我们总是荣辱与共。那种感觉就像说，乔，因为深爱着你，我才做成了这件事，或者乔，因为深爱着你，我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所以我从不记得有这样的感觉。哦，天哪，我得做得比他们好才行。哦，天哪，人们会怎么说呢？我可是穆里纳里尼的女儿，多丢人的失败，诸如此类。 真正经常发生的是，人们的期望改变了，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开放，这种关系便不会成为我的障碍。只有当我长大并进入大学后，我才偶尔有某种不公平的感觉，但这不是压力。那时我才第一次处于竞争的状态，你知道，那里有学院间的竞争，还有入学考试等等。如果你做得不好，人们就会说。 哦，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管教不严，而如果你表现出色，人们会说，哦，那是因为她是穆里纳里尼的女儿，或者她是维克拉姆的女儿，本来就应该这样。 我上的学校叫施里亚斯，是我父亲的大姐丽娜·马扎卜德着手建立的。它是第一所蒙特苏里学校，蒙特苏里夫人真正把它办了起来。这是一所你所能想象到的竞争性最小、最强调合作精神的学校。我们一个班有6至8人，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性别、信仰、种姓、等级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社会中，在这里，只要保持真诚，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对的。
老师告诉我们，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擦地到刷厕所，我们什么都干。我们的家庭生活简朴，家庭成员们都认为我们只是得到了信任，通过我们拥有的财富为社会谋福利。我想我开始学跳舞是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学，只剩下我没在学。我常常觉得很不受重视，但我确实是个很散漫的学生。我宁愿学戏剧也不愿意为跳舞而流汗，但我还是继续在学，尽管我并不真想下功夫。直到我已经读完了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又经历了一段不算愉快的恋爱之后，终于有一天我起身对自己说，我在做什么呢？我想跳舞。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一次重新振作的机会，因为那之前几年我父亲去世了，他曾是我母亲的心灵与舞蹈生涯的重要伴侣。他去世后，母亲甚至失去了对舞蹈的兴趣。我想那时我们都很痛苦，因为这太出乎意料了，但孩子们因此成熟了很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那个艰难时刻，两个孩子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我重新开始跳舞时，他感觉好多了。我和母亲一起重新排练了米拉，那是我和他第一次合作。这个舞蹈表现了米拉的两个面孔，内心的和外在的。我们有时从米拉的两个面孔想到，我们展示的是外在的面孔。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的正脸去面对外界，然而另一张面孔才真正代表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和我一起表演时，那是在1976年9月，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母女同台，这激发了我对舞蹈的热爱，一直到现在。我对创作的态度是很印度化的，即创作源于快乐与幸福，而非焦虑与压抑。这一点与斯坦尼斯拉斯基不同。哦，就是这样。玛丽卡一直从事着传统舞蹈的表演，直到1984年，彼得·布鲁克斯找到了他，请他在自己创作的《摩诃婆罗多》中扮演德劳普蒂这一角色。正是这次经历使他对表演艺术有了不同的理解。我想这取决于意愿。彼得选中我，正因为我是印度人，我的表现力强，我受过教育，因此理解摩诃婆罗多。我一登上这个崭新的舞台，才开始意识到
观众们受到了我的感染，我是一个关键角色，这一点带来了许多改变，但它也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妈妈的完美的复制品，是展示别人的创作的完美媒介。我总是觉得自己属于这样一种人，即使有自己的信仰，也不能不计成败，不能坚持己见，不能与全世界作对的这种人。但是那一切都改变了。演完彼得·布鲁克斯的《摩克婆罗多》后，我觉得无法像从前那样既跳婆罗多舞又当演员，我有很多话要说。德劳普蒂这一人物已经向我说明，艺术也许是沟通的最好工具，我觉得有必要影响外界。人们对他人的虚情假意、仇恨、恐惧、原教旨主义、固执与缺乏安全感，使我们变得如此冷酷，对别人暴力相向，许多人生活在恐惧中，对改变的恐惧，对未知事物的恐惧。玛丽卡将舞蹈视为与他人沟通的一种手段，她喜欢选择社会问题作为舞蹈的题材，并精心设计动作，使之引人深思。她的作品是对那些社会时弊的严厉控诉，包括暴力、歧视妇女、破坏环境和艾滋病的蔓延。Or told them to us were men. The pundits who interpreted them were men. The kings who saw to it that they reached different paths were men. Today, the judges who decide whether our behavior is honorable or whether showing an elbow means you can be raped are men.另一个驱使我去创作的灵感来自音乐和韵律使我产生的激动。我很少因为看到什么景象而去创作，但当我听到一些东西时，我却能产生形象的可视的概念。所有那些我创作的快乐的作品，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什么令人快乐的事物，而是因为我听了一段音乐节奏之后对自己说，我想创作点什么，我能看到自己跃跃欲试，看到即将创作出的景象。在和彼得·布鲁克斯一起环球周游了五年之后，玛丽卡回到了故乡，决心把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下的东西回报给社会。她的母亲1949年创办了达帕纳舞蹈学校，她就把这里当成实验的舞台，尝试以表演艺术作为人与人沟通的方式。在达帕纳寻求发展的过程中，玛丽卡创作了一批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作品，包括节约水资源、酗酒、环境退化和虐待妇女等等。她让部落人群、棚户居民和其他普通人加入到表演之中，这一方式确保了即使没有她的直接参与，他的那种创作理念也能够自我发展下去。玛丽卡意识到，只有使用当地语言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影响力。他创造了一种改变他人的方式，就是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来改变他们的社会习俗。这样一来，玛丽卡把他们同时训练成了演员和改革者。
古老的木偶戏也在玛丽卡手中恢复了活力。如今，她把这变成了另一个沟通的有效工具。我认为舞蹈对社会进步很有帮助。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舞剧也是这样的。新娘因为嫁妆问题而死去的事在整个印度都有。我们的舞剧使克拉拉邦和马德拉斯这些地方的许多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甚至连报纸也开始对此发表社论，也许是第一次。上面说到，舞蹈也可以是奇妙的，也可以表现出对社会的关切。我认为他根据着不同的需要去创作舞蹈或舞剧，他在舞蹈方面的思路并非固定不变。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他父亲的那种发展的理念，正如我所说的，我认为他丰富了这种理念。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即使不属于舞蹈形式，他也去创作。他搞了很多剧作，数量甚至超过舞蹈。我认为他的背景促使他就是要用艺术去表达思想。If you say anything about this, that's the end of your job, huh? I'm a prominent officer. I'll say you do it with everybody. 有些方面的事情确实存在着一个协同合作的问题。如果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去找来行家，或者说那些知道如何做好这些事的人，那你便能对自己想做的事产生积极的催化作用。我认为玛丽卡的确正在这样做。玛丽卡一直致力于创新和融合，这一点促使她创作了《Shakti》女性的力量。这部作品给神话、历史和当代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带来了新的生命。玛丽卡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坚强和个性十足的，而不是谦卑低下的。她希望观众看过表演后能够有所思考并行动起来。玛丽卡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舞蹈作为一种沟通的方法，还与自己的前夫维平合办了马平出版社，专门出版艺术类书籍。我意识到我们有丰富的艺术品宝库，却没有太多有关艺术的文献，而那时玛丽卡已经着手在做有关印度本土设计的工作，于是我们试图让这项工作在艺术领域也开花结果。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出版的书籍扩大到艺术品、设计、建筑、印度和国外的博物馆藏等方面，以及国外博物馆的展览目录。我是个属于现实的人，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如果你告诉我哪些将是你在未来三年要攀登的山峰，我会无动于衷。只有现实会让我激动，只有我今天要做的一切会让我激动，会让我产生今天去做它的动力。舞蹈家玛丽卡，出版家玛丽卡，演员玛丽卡，
主持人玛丽卡，戏剧家玛丽卡，社会活动家玛丽卡，这些形象是否让人产生了迷惑？到底哪个是玛丽卡？哦，不不，别试图对我进行归类。我认为玛丽卡只是一个理念传播者，一个充满热情的传播者，一个用各种语言去写书的传播者，一个在他所写的书之外知道更多的传播者。多年来，玛丽卡萨拉白已经从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孩，成长为一个把影响全球人类的社会问题纳入自己视野的成熟女性。用她自己的话说，艺术反映生活，而且她应该为别人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难题提供答案。